哎，我在这儿呢。方姐怎么说？现场提取的 DNA 对比呢，只有一男一女，你查那女的是谁？为什么不查查这个男的是谁？在贺连山的卧室，对象是在卧室里吗？一个男的，还有一女的，这男的还能有谁呀？ 万一是他司机呢？脑子是个好东西，你就查那女的啊！武断是办案的大忌。往前一点，好，向前倒一点，好，好，好。 你把这个调凌晨的1:32啊，1:32。
哎，查着了吗？查着了，滚石 KTV 的叫马红，这是从贺连山安保公司找到的那个别墅监控。工作人员说，在凌晨的1:32，这个监控突然间就从别墅的内部关闭了，不是技术问题，是有人主动关闭的。也就是说，是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关的。但如果是马红关的话，他就有可能是爆炸嫌疑人的共犯。 但是在现有的视频上来看，在爆炸之前，马红并没有从贺连山的别墅里面出来过，在之后的视频里面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监控里面。啊，滚石 KTV， 马红。 是被牵连还是被谋杀啊？走一趟，过得还好吗？挺好的，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什么也不用想。 你受伤了？没有，不小心蹭了一下。那个，邱先生抓到了吗？还没有，不知道他藏到哪儿去了。啊，有件事儿跟你说吧，乐元山死了。怎么死的？谋杀案。 应该是人为的，现在局里上上下下都在查这个案子，不过你不用担心啊，他们现在没有时间查你的事儿，我查。不用，别因为我的事儿耽误队里的就行了。怎么会呢？大家都特别关心你的事儿。我前两天刚去过金导所查账目，但是其他的所有账目。 都有支出的名目，就单单你那5万块钱不知道去哪儿。经办人的签字也确实是你的。不可能的，这20万是上三警察的抚慰金，所有的支出都要经过老所长的同意才行。可是老所长2年前就去世了。 我还查到一件事儿，你进来之前，你师父曲江河曾经去金岛所查过你的档案。你的意思是，他故意要害我？不一定，我就是觉得挺巧的。 这2天就一直在做梦，到底是谁故意要搞我？那场想还真是。从我发现了邱建设，其实就是假扮邱社会开始。你觉得野人山的假警察也是邱建设吗？有可能，但是我还没搞清楚这背后的利害关系。 哎，不，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现在重点是你，重点是你的清白。你先别着急，你就听我说。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听我讲，这笔钱是专款专用，别的地方他没法用。
所以我在想，应该就是老所长他忘记记录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所里查所有伤残警察的名单。如果我们从名单查人查不到，那我们就倒推，再从人查到单子。只要找到那个没被记录的人，那他不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吗？好。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再帮我查个人。这里的官叫李大民。好耳熟啊，这个名字！我前两天去金导所的时候见过这个名字。 我前两天在金导所听过这个名字，他以前就是金导所的。他应该是在我离开金导所之后才去的。最重要的是，他参与过6年前焦土专案组。我以前跟宣局在一起的时候见过他。你需要我帮你查什么？查什么现在具体还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比较奇怪。 每次我一提到6年前，他一直躲避我这个话题，而且他的状态非常不自然。好，我回去帮你查一下。啊，对了，还有，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能不能担心一下你自己啊？妈，我知道了，就这一件事儿吗？别再受伤了。 集团资金款短缺的事，我愿意追加投资。合纵集团走到今天啊，不易。之前那几年呢，发展的很顺利。为什么？因为大家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块想，所以说齐心协力，没有我们干不成的事儿。现在，集团遇到了困难，你们对我有意见，你们对我个人有意见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们要考虑到集团的前途。 集团好了，你们大家才能挣到钱。老柯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我在这儿也表个态，我孟川生不会忘记困难的时候拉过我一把的人。盛哥，咱们都是兄弟，你的难处就是我们大家伙的难处，对不对？对对对呀，这样我也追加投资，我也追，我也追。 听说你以前在金导所待过，嗯，巧了，6年前我也在金导所待过。老所长炖的那红烧肉特别好吃，后来去了市局刑侦队，我就再也吃不着了。好，哎，说到这儿吧，特别遗憾。2年前老所长追悼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外地办案子，我都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 听说老所长是得癌症走的，不是，是突发心梗。嗯，怎么着？啊，没事儿。嗯。
我这想到咱进导所以前还有一只大黑背叫虎子，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哎，还说呢。当然了，我也是听说，自从老所长走了以后，那家伙就不吃不喝，没多久也走了。是啊，我刚到所里的时候啊，还凶过我呢。哼，太凶过我呀！那家伙。 就知道欺负新来的，对，但是吧，你要是跟他混熟了吧，他也特粘人。嘿，他猴精猴精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身边就不停那么来回转悠，我一看他肯定就想出去啊。嗯，那时候除了老所长，就是我最疼他。是，赶紧把链子给他解开了。解开链子以后，你猜他去哪儿了？我能不知道吗？ 那肯定是去村里面找那大黄了呗。嘿，哦，感情啊，这虎子以前就干过这事。大黄身边那几个崽儿，那都是虎子的种。我说这几个狗崽子怎么那么面熟呢？得了，啊，不管这怎么说，你是进来了啊。这以后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该照应的，我一定照应到。 得嘞，我呀就不跟您客气了。嗯。欢迎光临二位，我们这还没开始营业呢，要不稍晚点再来消费吧。你好，何仲集团的贺连山昨天晚上是不是在你这儿？是，昨天晚上在呢，他是我们这的常客。 他跟马红是什么关系？他每次来都找马红，具体什么关系，我也不好说。算是熟客吧。那他每次都在马红走吗？警官，你看我们这是正规场所。别说这些没用的，问你什么说什么。他昨天晚上来喝多了，马红主动送他走的。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10点半左右吧。 小七月，姐姐可以教你，你在下次比赛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你这个腿呢使劲的踩住地，提醒你这边的胯屈膝盖，像这样，快速的小腿踢出去，然后把那个腿，然后让它自己弹回来，它那个动作就会漂亮又干净，听到吗？哎呦，挺专业的。啊，这大学的时候选修过，学过这个东西，现在呢就是理论大于实践多一点。你看我们七月，这小脸一直拉着，跟打败打。 不是就场比赛吗？输了没关系的，你爸爸小时候打架，天天输，这不是大了照样，当警察抓坏人吗？没事。这啊，有你这么开导孩子的吗？嗯，人家也不是打架，人是比赛。姐姐，我想上厕所，我刚才拍紧张，没有上。那我陪你去，我陪他去。行，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们啊。在。你也是，你非让他学这个，小姑娘嘛，画个画啊，跳个舞什么的多好。 都学着呢，这是他自己挑的。大哥，嗯，问一嘴啊，嗯，贺连山那怎么回事？老贺呀，不是这几年挣点钱，人有点飘了，膨胀，把身边人全给得罪干净了。前几天还把贺东山的车给砸了。这事跟咱没关系吧？你说呢？怎么可能啊？那就行，反正局里上上下下都盯着咱们。 有关系没关系的都得小心点，这可不是小事儿。放心，没事。我们现在掌握的爆炸方式是电雷管引爆，现场遗留下来雷管残片还在进一步的鉴定。小区的监控还有贺连山家的安保监控都只拍到了贺连山跟马红两个人进别墅的画面，没有拍到其他人。而且两个人进入别墅之后呢，这个。 监控画面就从内部正常关闭了，也就是说，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关的。对，另外呢，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合众集团啊，前几天股东闹退股，带头闹事的正是贺连山。不知道爆炸案跟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关联？现场的物证给受害人家属辨认过了吗？现场找到的手表已经给贺连山的爱人看过了，可以确定不是贺连山的，暂时作为嫌疑人的证物归档了。
从现有物证出发，找爆炸物来源，锁定手表归属，你们继续跟进。是。那你的意思呢？没错。嗯。孟董。哎。有两位警官找您。哦，请进，请进。你们局里那两个小朋友来找我了。你这样，哥，你把免提开开，我问问啊。好，那我免提了啊。 哎，我曲江河呀，谁呀？曲局，曲局，别叫我曲局，我现在就是一小片警。哦，怎么着？你们来办？那我用着回避一下吗？不用，没有这个必要。啊，那行，那我就不挂了啊。你有什么赶紧问，我跟我大哥正聊着呢。哎，二位来是什么情况？我想应该是因为。 贺连山的事儿吧？贺连山的事儿，不是贺连山的事儿，不是已经问过了吗？怎么还问啊？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呀。不是，我们就过来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个证物情况。这个表，您见过吗？啊，见过，这是柯松山的。这还是我们一块出国玩的时候，他看上这表了，说喜欢。 我说喜欢就买呗，而我给他买的单子。案发现场留下的表，你们不会觉得这事儿是老柯干的吧？这事儿我们还在调查。不可能，老柯不是这种人。虽然说这么多年，这哥俩一直是磕磕绊绊的，但杀人不至于。 贺连山除了跟柯松山有仇以外，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开股东大会，他可是一直闹着要退股来着。啊，哎，这贺连山的事儿我知道啊，他呀想退股，我大哥没拦着。不是，大哥，我觉得贺连山有点不地道啊，这合众集团最难的时候他倒想先撤，太不仗义了。嗨，生意场上的事儿嘛，人各有志，我理解。 但你说这么多年的朋友，前两天还在一块喝酒呢，这一转眼阴阳两隔呀。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这事儿是老柯干的。那行，今天就先到这儿，可能后期还得再来麻烦你。我一定配合，走吧。那个曲局，我们先撤了啊。行。 你们先走啊！不送了啊！哎呦，炸了炸了！哎，你觉得刚才的询问怪不怪？哎呀，小秦，怪怪，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你觉得曲局算是咱自己人中的敌人呢，还是敌人中的自己？啊？哎呦，你问题太多了，一会儿杀鸡自己问我大哥号啊！快点啊！不行啊，还得你问啊，这帮人我一个人问不了。哟，哼！兄弟们。 不好意思啊，我刚开了个会，您喝水吗？不给您倒水。要不我把灯给你打开。不用，我来呢是想问点事儿。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我记得你以前是矿上的工程师，对不对？是啊。那通过雷管的编号，你能看出来是哪家矿上以前用过的？啊，基本能看个差不多，因为采购啊都是分不同批次的嘛，入库都有记录。当年有很多人啊偷雷管卖，一查编号就能查出来偷的是哪家的。这怎么了？ 你看一下这个，你有印象吗？柯松山呢？你怎么能确定是他的呢？哎，我们做生意的都特迷信，当年有一批雷管就是80818，柯松山说挖矿就要发，所以他全买了。
有事吗？找地儿聊会儿。你跟我说实话，昨天这事儿跟我大哥有关没有？这事儿你问他去。我觉得吧，这事儿我大哥干的有点过。 你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你跟我说，不合适吧？别误会啊，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但毕竟咱们都是合众的人，我也不希望合众这艘船出事儿啊。道理我都懂，但是下命令的得是船长啊。船长也得听船员的劝吧，毕竟大家的命都在船上。 谁敢劝啊？自从贺连山死了之后，别人连个屁都不敢放。你不一样，毕竟你跟我大哥之间相互豁出过命。你还是他兄弟呢，你说的话他能听吗？那也不能这么由着他呀，再这么下去。 合众这艘大船迟早得沉。合众这艘大船迟早得沉，我怎么不这么认为？这么自信啊？你呀，还是不太了解你大哥。行了，我不玩了，你自己玩吧，拜拜。 你别太悲观，我大哥会有办法的。加工一下。那也不能这么由着他呀，再这么下去，合众这艘大船迟早得沉。 我怎么不这么认为？合众这艘大船迟早得沉。 别太悲观，我大哥会有办法的。自从贺连山死了之后，别人连个屁都不敢放。你不一样，毕竟你跟我大哥之间相互豁出过命。你呀，还是不太了解你大哥。行了，我不玩了，你自己玩吧，拜拜。 喂，你发我的案发现场的照片我已经看了，又是32码的鞋。你有什么想法？啊，野人山追踪野人的也是37号的鞋码。一样。不知道，得回去对。至于这凶手是怎么进的贺连山家，我估摸着走的水路吧，要不怎么都会留下痕迹？况且还有摄像头呢。对，跟我想的一样。我们调取的监控没有发现可疑车辆和人员。 我就在这附近呢，我过去看一眼啊。好，好了。
哟，巧啊，曲局。是啊，真够巧的。怎么着，夜跑啊？是，来锻炼嘛。啊，你上这儿干嘛？我夜钓啊，这也看不出来吧？啊，现在钓鱼，这大晚上能钓上鱼吗？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全靠手艺。再说了，我钓的是鱿鱼，鱿鱼都是晚上出来，所以我才晚上出来钓鱿鱼，知道了吗？啊，回头分你两条。行，走了。等会儿。怎么了？你的船不是在那边吗？哦，哎，切，没开两天，还不熟呢。鱿鱼都是新鲜的吧？哎，都是新鲜的，都是腰两条大的。好嘞，这行吧？70，七十啊？嗯，那好。这么巧啊！是，这不刚晨跑过来，路过这儿吗？运动好事啊，我这也运动。哟，这一晚上就掉了这么一点儿。啊，这个不是目标太狡猾，是我这猎人啊手太笨了。嗯。哎，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要不你拿走吧。哎，别，这不合适。你不是手巧吗？那个做那什么榴莲千层，你再研究个鱿鱼千层。那，你拿回去研究吧。真不要是吧？真不要。我先走了啊。嗯，好，慢走啊。哎。给我。你就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钓鱼去了，钓着了吗？两条呢。嗯，挺有长进呐。曲局，你这该不会是在人家养殖基地钓的吧？这咋一样大呢？跟市场买的似的。悬呐，赶巧了。哎，关于那块手表呢，我问了贺连山他老婆，说在牌桌上见柯松山戴过。而且我问了孟传生，还有几个股东，非常确定那块表就是柯松山的。嗯，雷管编号我也已经查过了，属于柯松山以前矿上的。看来目前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柯松山。柯松山嫌疑是大，但是，怎么会这么明显，对吧？
不管怎么说，得把柯松山带回来问一问。好，先把人带回来吧。兔宝，开门。宝儿，宝儿，嘿，别动！哎，宝儿，他的放哨研究好了，宝儿，哎，马队，泡面应该好了吧？这饿的前胸贴后背了。你吃不吃三文鱼啊？我给你叫外卖啊。我还就不爱吃那些东西，就好吃口泡面。干什么呢？寻找以前的记忆呢？你们这重新装修吧，施工队太差，偷工减料。你看，这防潮做的什么呀？都掉皮往下，小心哪一天突然掉下来一块砸你们头上。真的，谢谢你的关心。4年前装的，看来你有日子没回家看看了。是呀，100%守法好公民。你要是好公民，那世界上就没坏人了。瞧您说的，那我还立了功了是吧？来吧，咱们聊点正事儿。昨天凌晨2点你在哪儿？在家，和几个朋友打牌。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昨天晚上我就是赌神附体，他们裤衩都要输没了。你给我严肃一点。昨天晚上老贺被炸，怀疑我是吧？怀不怀疑你，你心里没数吗？100%和我没关系。你是不是跟贺连山有仇？有，那都是以前，为了金矿的事干过仗，但后来生子做了中间人，我们也喝了和解酒。又一块儿入股合众成了股东，这些年吧，小吵小闹就没断过，但根本就没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你说的好像你们跟朋友一样。朋友真算不上，100%不是仇人。不是仇人？你没说过要杀他。说这干啥呀？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们前几天不是开股东大会了吗？啊，开完会出来呢。开完会，老贺就把我车砸了呀。他为什么砸你车呢？那你问他呀。好好说话。老贺吧，他就是这人，搂不住火。那天开股东会，他带头撺掇着其他股东退股，我就不愿意凑合这事儿。所以一出来，他就把我车砸了。他砸了你的车，所以你就杀了他。我那车玻璃才值几个钱呀？不至于。你不是跟他说过他活不长吗？说过呀。这么灵吗？那咒死人不犯法吧？你挺厉害呀，你咒我试试。那我不敢。来，给他看看这个。看这么快，你看仔细点儿。看明白了吗？你不认字儿啊？那我告诉你上面写的什么。在爆炸现场找到的雷管残片上，标号和你当时在矿上的雷管标号是一致的。不可能！6年前停矿的时候，我把雷管全毁了。
我就担心，说不定哪天炸了，惹事儿。哎，给他看这个。这个没字儿，能看懂吧？我的表呀，你们从哪儿找到的？是啊，你的表怎么自己张腿跑到贺连山家去了？邱建设这孙子偷的，案子破了，邱建设杀的老贺。你挺会推呀，推给一个逃犯。王队，我说的是真的啊！哎，卓警官可以作证，其实咱们是一家人。谁跟你是一家人？卓警官是我的特情。追着电影中的笑容。